20分钟就把阿姨教会，你看我行不行啊？来，后边来，你帮我喂一下。来，来，喂一下，喂一下。那我要不，我要拿不上，那就没事。阿姨，就20分钟，肯定学会。都鼓励我啊！天赋在这儿啊！加油！是这样吗？没问题，先拉几个，没问题。我看看，是这样不？哎，下去。哎，要那怎么的？哎，这个拉下旋要自己主动去击打这个球，现在很多都是在借力去往上推，所以说他下旋一碰到你的胶皮以后，他直接就往下跑了。一定，你看这个球过来的时候，一定是主动去打的，然后去加摩擦。要加摩擦。对，然后手腕手指要去转这个，就捏下板去转这个球。捏板对不对？我捏板。捏板没问题，就用这个擦转一下，抓一下，抓试试两个手指一抓，试试啊、对吧？提拉，哎对，小球板头转出来，出完球以后继续转，对。哎呀，敢去触球，敢触球，加摩擦，宁可出界也不下网。对，别敢，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主动拉这个球。哎，对，是这意思，这个好，主动拉，很好，对吧？很好。对，摩擦，发力加摩擦，哎，吹非常好。哎，很好，发力加摩擦，大胆去磨这个球。对，你给我妈动作调一下。啊，现在就是我妈拉球的动作不允许像郭岩，必须要像我们。啊，拉出必须得。我这个现在还像郭岩呢。啊，没事，我们调完就像全是爆了，没事。咱不用着急。我没有人指导我，所以像谁我也不知道。我看的是你们。大家抽一下福袋，领一下这个加粉丝灯牌就可以领福袋。对，大家抽一下福袋啊，一把。对，一块玄武底板，我们的福袋是吧？来，这个都送。再拉紧，没问题。这对不？可以。很好，是挺像，这触球那一下很像。这摩擦感觉真好，好球！呀，太好了！这我教啥呀？这我教啥呀？这没啥教的，对吗？这没啥教的。哎，就教一会儿，教一会儿。你把你的动作教一下。哎，这个手腕收的时候，前臂跟手腕再触球这一下，对，再收它，稍微实一点。啊。小腕往上抬，就靠腰。到这儿以后，这个胳膊抬的比较多，就应该是收进来，腰带着前臂，手腕收进来，收的，再收，别，对了，收进来很好，对，再收。有点爆发力的收，对，放松收，哎，很好，收，哎，对，手上给足了摩擦，前臂收，哎，非常好。我妈都能拉出声儿跳几圈舞。哎呀，非常好，收住，加入摩擦，敢收，对，敢触球，敢收。哦，这手好。哎，别着急，太快了。好。来。很好。哎呀，我以后跳舞我一定要找个老师指导指导。真的，阿姨是不是有老师确实有用啊？我全是自己拿手机看着别人跳，我听到了好听的音乐，完我就看完我就自己录下来再看，对不对？还得找对老师啊。对呀、啊。对。我看了这个我都看会了。但是到不到位不知道，你像刚才音乐一指导，我发现我们不到位啊。对。自己家人确实有钱，我也觉得。妈，啊，说你动作像阿鲁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是吗？那我跳舞的动作加进去了。跳舞要加。这也是非洲舞。对不？对呀。太有数了。能憋上那个力，你太快，这真的挺好扣板。对，这个板好扣，我妈真能拉出声音。真的，大家看啊，这个阿姨是纯初学，基本上没怎么打过球的。你看第一次拉这个下旋球，你看拿超级旋舞，她的手上这个停留的时间大家也能看见，然后手上这种调节的感觉，以及一稍微给一点力。你看没有多大爆发力，这个板就能出来声音，这就是超级旋舞啊，它的这个优势的地方啊，确实是它能增加你们的容错率和增加你们的命中率，确实不一样啊。